妈，你放心吧，我挺好的。我现在跟同事在聚餐呢，先不说了，挂了啊。你妈为难过你吗？没有啊。一个真的爱你的人是不会为难你的。你吃一个月的馒头，就为了给他买部手机，他还这么对你，值得吗？都是他走后。吃我的吧，你嫂子给我做的太多了，来。 张叔，跟嫂子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我让你给我买的手机呢。宝贝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给。昨晚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不知道来接我吗？不是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加班，然后后来我到酒吧门口等你，你又不接我电话了。加班？就你这破班，你能赚几个钱？你能不能有点？